如果说 Epson 读不到墨水夹，像这样的话，看到吗？好，差不多这种原因就按 OK。那通常这个我们这个叫墨车座，它会做出来。那做出来要怎么做呢？接下来这样做。这个好，哇，四个。我看到了这四个往上拉，拉出来，它是镜片面，有看到这四个镜片面，拿卫生纸擦干净，然后那边也是可以卫生纸擦干净，再下下去，然后按一下这个黑色按钮，再按一下开始键或是 OK 键，不是 OK 就是开始键，好，那跑一下就好了，这就是 reset 重新归零。